现在在示范今年最流行的戴法。哇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有这种，就是打开手指头可以滑手机，然后结果、哦、我没带啦哦。这里好滑，随时会滑倒，但是你小心，你好可能会滑倒。我等一下自己滑倒，我真的会大笑。时间有限怎么办？出国最机会就是太晚起床，吊桥好兴奋哦！遗址是看这里，这好滑哦，好像有北极熊的感觉啊！对呀、啊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雪到底积了多深呢？这里是河掌村，就是河掌的村子，没有啦。对，你看，这个是我小时候画画会画出来的房子，哦，好漂亮哦。然后重点是上面的房子积雪，但是雪居然不会掉下来，真的很神奇。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现在就只剩我们。玩得很不尽兴哎。前面的人说小跑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就会玩了？为什么？来，你们猜猜，今天早上谁迟到？嗨，我们到了这个展望台了。放眼望过去是这么漂亮。我去这边追。我们刚刚至少走了半。原本说十点半起来，我们在十点半以前直接打电话说我们改十一点，就我们不算迟到。影片如果有在看的话，我们都有在教你，我宁愿你直接不要来，或是直接看要不要改几点。对。